妹妹，你干嘛？装不认识我？你干嘛？啊？你没走吗？我没走，我等你下班。等你下班，我无聊啊，护花使者得做到位啊。怎么了？哈哈，你一个人这么晚，你回家你不怕吗？我不怕。再说了，上次你说请我喝杯奶茶，但还没有请我喝。 我等这边的还等好久了，等好几天了都。哦，原来你坐这是等我请你喝奶茶。那不然呢？那我带你去吧。啊，走。对，骑车去，我骑的车过来。不用，就是我前两天发现，那边还有一条。那车放这里啊？放这里，没人偷你的。骑车没关系啊。很近的，我骑30米就到了。我骑还是你骑都可以啊。走路，走路，走路。 你不想熬，我懂了。你这怕给我骑一台车，我天哪！把我想的什么人了？对了，我想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充那么多呀？充什么？谁会在火锅店里充10000块钱呀？那我就会在火锅店里充10000块钱，我爱吃火锅。你吃的都吃不到那么多。我吃得了，我看你们的充10000有送了，送了1500好像是，划算啊。嗯，好吧。嗯，以后我就经常来吃火锅，好吧？把火锅当饭吃。 到时候有空你放假也请你吃，好吧？哪里的呢？在前面。啊，那走吧，这个店吗？对。啊，很近吧？进去了。进去。哎，喝什么？啊，我喝什么都行。你喜欢喝什么？ 我都行。那我就随便这个，就这个吧，第一个，铺天富贵。嗯，上班一天都挣不了几个钱，还让你请我喝奶茶，多不好意思啊。这有什么？你上次不是帮我这么多，给你喝2杯吧。不要，2杯不要，1杯就行了，来喝不完。你的好喝吗？3个杯。喝下你的喽。 啊？为什么？你都有啊？我的味道不一样。再给你买一杯。我有病啊！你有病啊！你说的什么话？找我送你回啊。你现在还是一直待在家里吗？对啊，我休息一段时间嘛。怎么了？ 那你总得找工作吧，不能总是啃老啊。你才啃老呢！我说啃老，不是说啃老吗？我逗你的，我只是这一个月没有工作而已，没有上班。什么？你真觉得我啃老？你觉得我相处了也一段时间了，你觉得我人咋样？啊？嗯。我看起来也不像那种啃老的人，是吧？是的。啊？什么不知道？ 你有没有想过找个男朋友？现在啊？就是有没有想过嘛？谁说一定是现在？你现在上哪找去啊？没有。啊？没有。不想谈恋爱吗？谈恋爱多好，有人接你下班，有人送你回家，有人接你上班，这样的。不好。啊？谈恋爱不好。给我咋样？ 还行吧，还可以吧。我说我做你男朋友咋样？嗯。啊？我要送你回啊，我心爱的小毛驴呀。走路回吧。啊？走路回。骑车快，骑车快一点。没多远，就几百米。那也骑车快一点，走上车，把你帮我拿着，我来骑，来。 下了雨，妈不，来，上来，上来啊！直接上来。嗯。哎呦，走了啊，坐稳啊。妈，有人送你回家的感觉怎么样？啊？挺好的是吧？挺好的。开玩笑，我是世纪大好人呢。没有车。没事。 我骑车安全的很，好黑呀！你看这里，没
关系，我可以拿手电筒吗？还是吗？奶茶，送你上去。不要，我自己上去就可以了。啊、你别跑。自己上去就可以了。明天要不要来接你上班？我要接你。不要吧，不要吧，啊、算了吧。明天我准时来接你啊。算了算了，不要。啊，拜拜。拜拜。